当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南无我们的恩师卢俊宏台长。几几年属什么奖吧？10年五月份属虎的。10年。哎，10年属虎的啊。2010年。老虎是吧？哎，老虎。哎呀，也是神经系统出毛病了。哎，是，是的。我告诉你。哎。腰椎啊，腰椎这个地方撑不住，所以人站不直。是的。两个腿发软，站也站不直的。是的。哎呦，这个智商发育不全。是的。这个老虎讲话都不行。没有说话过。你说他没说话过，但是他会叫。哎，很会叫。嗯，是很会叫的。嗯。哎哎，你打好吧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是你的孩子啊？不是，是我的外孙女，外孙女。你的外孙女，她的爸爸妈妈在不啦？她爸爸妈妈都没有再去外地了。到外地去了。给我带了，嗯，我告诉你好吧。她的妈妈打胎过孩子。他妈妈打胎过孩子。嗯，在他身上。啊。嗯。而且有一个像一个大头鬼一样的一个鬼，一个男的，在他的身上。哦。所以他经常这个头会动。啊，是的。傻笑。嗯。是的，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他身上这个灵性。这个大头鬼因为他不会讲话嘛，他就是叫，实际上他叫的声音跟讲话一样。哎，是的。你看他这么大还要尿床。对，尿布都没有，从来没有，那个都是打尿布的。看见了吗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。喂。他现在几岁啊？7岁，10年的。他活不过13岁。活不过13岁。听得懂吗？那需要什么小房子？叫他放生，放生要放9000条。9000条。慢慢放，不是一次性的。喂。然后小房子要念1300张。喂。好吗？好。他的舌头特别短，所以他讲话讲不清楚的。对对对对对。他专门，你看这个手都是放在嘴巴上的。那个大头鬼就是放在嘴巴上的。他说他来要债的。他到他们家里来要债的。现在谁在领他啦？现在都是有个保姆来那个阿姨在领他，是不啦？对，他妈妈爸爸都在不在家。瘦瘦的那个保姆。哎。个子不高。哎。这个保姆有点刺激啊。现在保姆也回家了，没有人带了。我知道。嗯。这个保姆这个也有点问题的。哦，脑子也有问题。所以两个都有问题，在家里开心了。现在回家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帮他这些小房子念掉，帮些这些生放掉，哎，帮他许个愿，明白吗？好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你要当心啊，他折磨他的时候就是让他抽筋。是，是的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是的。明白了吗？喂，明白。很苦啊，所以你们知道，
你们周围有很多很苦的人，还有很多人现在不苦，以后会苦的。所以好好先学佛，不要等到苦的时候再来找我。我告诉你，是。有多少人都是医生说不行了再来找我的。台长呢，跟你们讲，你们好好的念经的人，就是医生哪一天跟你们说回去吧，等死吧，没办法了，那个时候你们找我，呵呵，我能帮你们的。太晚了，感恩师父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我告诉你，十三岁这个关一过就正常了。如果这个十三岁的关过不了，呵呵，死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就是需要1300张小房子，9000条鱼。嗯，我以前放了10000多条鱼了。你以为啊？嗯。你以为卖东西啊？钱数到了就可以解决了？那是一点点的。哦 ，OK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开玩笑了，如果每一个人只要能够放生放到位置了，然后小房子烧到位置了，啊，马上就解决了。开玩笑了，那还有因果了，这里杀个人马上念小房子好了，知道，照样抓起来枪毙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吧，好，这孩子要当心啊。好，我告诉你，左腿啊，他的左腿啊抽起来这样的。是的。嗯，平时让他泡泡脚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叫他这个边上是外婆还是谁啦？我是外婆，他是奶奶。你这个外婆好像比奶奶年轻很多嘛，因为你穿的义工服。对，我也是师父的弟子。啊，弟子什么时候混进来的？刚刚进来的。明白了吗？ Okay, 好好念经了。这个外婆。哎，好的。狼外婆。狼外。听得懂吗？知道。啊。好。经常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两个手搓，搓完了之后在孩子头上这么一边念大悲咒一边撸撸他的头。好的。这孩子会好得快。好的。明白了吗？好的。因为当你大悲咒在撸他头的时候，那个灵性就离开了，这孩子会很安静。好的。明白吗？好的。好好念经了，小房子好好念。好。会好起来的。刚师父。如果好的话，比较明显的进步，4个月之后就会明显进步，腿可以站起来，妈妈会扶着东西会走路了。好。刚师父。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我刚刚已经给他加持过了。好。你已经很好了。刚师父。我怎么看你的脸长得像菲律宾人呢？怎么这么黑呀？我是的，我是黑黑的。你是菲律宾来的？没有，我是中国人。哦，斐济。好了好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。你看我给他加持了之后，他的腿已经，师父你辛苦了，这腿在动，你看见吗？你们看见这个腿在动。嗯，好了。